角色纽约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哦，这真的是所有年轻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彩妆品牌。那我们是不是先请笑渊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还有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呢？大家好，我是少女时代的笑渊。很高兴认识你们。笑渊今天呢很开心能够在台北见到所有的粉丝朋友们，那我们现场的粉丝也有话要跟笑渊说哦，来三二一，我也很想你们了。是我们今天的粉丝朋友们哦，就一大早就来排队哦，就是가장중요한부분은저는아이메이크업이라고생각을해요얼마만큼자연스럽게눈매가깊어보이냐에많이신경을쓰는것같아요这个笑渊觉得就是化妆的话最重要是眼妆的部分，那怎么样可以就是很自然，然后又可以表现出自己眼神最深邃的地方，那是他觉得最重要的地方了。是，而且这一次哦，这个 Absolute New York 角色纽约带给大家，刚刚笑渊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眼妆的部分。我们光是眼影就有12个颜色，那对于笑渊来说，他在这个眼影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从早上是比较淡雅的妆，一直到晚上如果要参加晚会跟 party 的部分的话。会怎么样着重在眼妆的部分呢？아네제가평소에그팔레트를항상들고다니면서가장많이즐겨쓰는것같은데요今天风很大哦。연한컬러로이전체부위에바르고점점진한컬러로음영을눈라인에깊게주는것같아요그러면은많은친구들이너오늘눈메이크업참예쁘게잘됐다고그러더라고요就是我们笑渊他平常他就很喜欢那个 icon 的那个眼妆眼影盘，他平常会戴那个眼盘在上面，他会把一些比较浅的颜色打在整个眼窝上面，再用深一点的颜色慢慢把它晕染出来，就造出很漂亮的那种阴暗的效果。所以很多朋友都会看他的眼妆，都说哦，笑渊你的眼妆好美哦。是，刚刚笑渊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我们如果说是在早上的话呢，可以先画一些比较淡雅的妆，浅色的这个眼影。上上去之后呢，我们根据越来，比如说我们要参加 party 也好啦，或者是要去跟朋友聚会也好哦，再把更漂亮的、比较重的颜色一层一层加上去，就可以营造出来这个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很喜欢的哦，这个 party queen 的感觉。那在 对不对啊？对，点呢。好，而且呢还有很重要的重点就是防水的眼线也是很重要的哦，因为笑渊跳舞非常非常厉害，所以防水的眼线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네워터프루프라이너가가장중요한거는저는이제활동을할때너무덥거나하면은이렇게밑으로좀메이크업이내려올때가있어요근데워터프루프아이라이너로하면은내려오는경우도없고또이제여름에물놀이를많이가시잖아요그물놀이할때도번짐도없고아주좋은것같아요对，就是笑渊他觉得防水的眼线笔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像他常常很多活动，像这样在外面的很热啊，或跳舞的时候，像一般如果没有防水的产品的话，可能就会晕染下来。然后另外像我们夏天的话，大家也都很喜欢去玩水，玩水的时候必须要使用防水的眼线笔，这样才不会就是造成你的妆的花掉。是，所以呢，今天现场很多的粉丝朋友们啊，大家也都使用了这 Absolute New York 角色纽约的这个防水的眼线笔。待会儿呢，跟笑渊一起来合照的时候才不会出现那种很恐怖的状况，那个眼影啊，或者是这个眼线啊，都已经晕染到下面了啊。那在今天呢，也非常开心，我们有50位的粉丝朋友们，他们已经购买了这一支 Absolute New York 角色纽约限量50组的这个产品哦。那里面呢，有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笑渊特别帮大家挑选的哦。那我们要从这50位粉丝朋友当中抽出一位幸运的粉丝朋友，我们有一个神秘的礼物要送给你啊。好，我们要请工作人员将抽奖箱交给笑渊，请笑渊帮我们抽出一位。一个人，只能抽一个人，只能一个人。是抽出哪一个人呢？这个人被放在胸口上，最靠近笑渊的心脏的地方。
불러도 되지 않나? 아, 陈廷宇在现场吗？ 他保护的太好，我都看不到了。可以借我看一下吗？哈，21号的陈廷宇在不在现场？21号的陈廷宇在不在？在哪？在哪里？哇，恭喜你！好的，我们先请陈廷宇来到台上啊。好的。 我们有一个礼物要送给陈廷宇，好不好啊？也希望就是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呢，会让陈廷宇觉得很惊喜哦。是，到时候这个礼物真的很惊喜哦。校园要帮你做一件专属于你的事情，好不好啊？我们要把。 校边校把自己送给陈廷宇啊！好，我们往前一点点，好不好？来，我们往前一小小步啊！好，陈廷宇感觉起来都愣住了哈，对，垫，三点，好，校边要特别牵在最性感的腰部的地方啊！ 当然呢，也要跟这个陈廷宇说，陈廷宇平常化妆吗？比他，我们就要到处好好的教你，可以画出像校园一样漂亮的妆，好不好啊？谢谢你。好，他要签上你的名字哦。陈廷宇的名字还不容易写哦，很难，很难。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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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签的好哈，好，谢谢，我们请工作人员收一下签名笔，我们让这个陈廷宇跟校园，我们来拍一个合照，好不好？来，靠近一点点哦。好，来看向前方，把实力一点点，是不是这样子？这样可以吗？好，谢谢。来，麦克风我帮拿一下啊，好，谢谢。 校园带回家放在哪里？房间。天天跟校园一起哦，其他的人有感觉很失望，没关系，但是还会有近距离可以。